锵锵三人行，哎，我现在啊，这个不能老跟你们这个老帮菜混了，我现在跟这个新时代学了很多东西，马爷，嗯，我现在发现啊，最现在我夸谁对最大的赞美就是您是流量。哦，你看，这是过去您夸您是学富五车也好，现在不是，您是流量担当，是吧？连颜值担当，对，都已经被超越了。嗯、就你本质，你的本质，嗯、你现在是流量老生。哦，流量，流量就是路过你的这个是吧？不管是看你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点击嘛。是这意思吗？大概是，但您这理解显示说您不像现在要弄什么公众号的。对，你说，哎，现在这个谈的一切就是，哎，这里边我觉得有一种天地，你爱讲这个天地君亲师啊，嗯，我现在发现现在有一种天地不仁的价值观，嗯，真的，今天互联网把我们带到一个天地不仁，对，就是我们的夸的、骂的、是的、非的。无大有所谓，对，现在流量，对流量，流量低。就是、你现在说，比如公众号，我们就说这个问题啊。公众号是今天所有的公众号是在一个平台上，对，对不对？跟过去办杂志、写书完全是不一样。不一样，过去有无数个出版社，这出版社有文学的，有科技的，有什么人文的，什么都有，你可以选择。今天呢，不管你弄什么公众号，您都得上这公众号平台上。对。那么现在中国有多少公众号？不知道。你知道有多少个吗？统计过吗？恨不能有十亿个吧，我十亿个应该是一亿也太有，人人不可能，没有，人人但确实是天文数字。公众号呢，你订阅了多少？你知道吗？还有啊，你知道你订阅了多少吗？你看你不知道这词儿都专业术语。我订阅了可能有上百个啊，那它比较多。嗯，我数了一下。我38个，我昨晚上数的，因为我原来啊，我原来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手机屏里，它大概能容纳8个。哦，你就说你微信里头，微信的订阅了多少啊？我大概有个那么个7、8个，我是。那你还很少，那你少了。我原来控制的就是这一板上啊，就8个，我认为我在这一目了然，我不要。推屏，不要下，不要刷了。然后我就这样了吧，坚持了很长时间。如果进了一个，我就要删掉一个，我不怎么看的，我就把它删掉。后来有时候犯懒没删，就现在就累积成38个。38个是什么？这个结局呢？就是基本上都不看，看不了。那你没有时间，那你要看标题啊？你就看标题，对，就是看个标题。如果标题觉得确实不错，点开看看。点开呢，如果连续几次点开东西都是哗众取宠的，那我就不再看了。但确实也有做的不错的。哎，是啊，但我现在觉得他们老说，就说现在不读书了。其实我现在真的是很少读书了。嗯，但是我认为我的阅读量并没有下降，对，甚至还更多。对，只不过我改成这个阅读。我现在发现啊，就是这个对人吸收知识啊，哎，他们有人讲是知识结构决定一切。对，我觉得。我的知识结构就正在被改变，但我也不好说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呢，我选的公众号，都是经过我长期看啊。你比如有些文史的，对，我觉得他说的比较靠谱，经常弄点长征背后的秘密，林彪怎么在哪坠机？哎，你要经常觉得他比较靠谱，你就订阅，对，你就订阅。哎，我就觉得呢，我是没看书，可是什么叫书？天下无处不是书啊！你要从这种角度上讲，对吧？我跟马爷聊会儿天儿，那当然也是慎读十年书嘛。那对，都做不到。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它不系统，不系统呢？我想，我原来曾经抵触这事儿，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干什么都是系统。看完一本书，你可以很快的读啊，也不可以就是翻两页就扔那儿，说我跟你说一事儿啊，其实你就翻两页。嗯，但是。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结构的发生变化，可能这种短阅读就是随手的，嗯啊，就公众号这种阅读啊，那文章呢，一般情况下，我认为1000把字的比较合适，2000字到头，3000以上在一个手机里看就比较累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做事全是后发制人，你知道吗？我的微博我的博客是晚2年上的，嗯，微博就等于还没上就算一个长微博，那么做公众号呢，我自己这个于老师也做，我也刚做对吧？嗯、我也做呢是刚上线就是一个礼拜吧。哦，他刚才告诉我一词儿，说现在吸粉特难。对，我说吸粉不是朝阳区群众给举报了好多的。啊，你看他这吸粉，你想到的是毒，我想到的是黄。吸粉，我粉头什么？是粉头什么？是因为我比那个马爷提前了3个星期，嗯，我做到现在有一个月，他们就告诉我，我们现在都属于后知后觉，我们做晚了。
刚开始做的那吸粉就容易。不，吸粉没有用，你吸粉越容易，你最后那个就是保持哈，就是它最后脱掉的也是，还是质量决定一切。对，所以我们做这个公众号，我自己做这个公众号的时候呢，比如我的几个不错的朋友啊，什么确实多年没用过的都是新人哈，但是文章写的极为漂亮，从来没写过。我说我就鼓励他们，比如我有一个，有一个就是刘德的朋友，我让他写了一组文章哈。就是我给他起个栏目名很有意思，叫与艺术沾边儿。哦，沾边儿就算。嗯，你别给我老公上来就谈艺术，太深奥。对。那么好，第一组文章拿来就漂亮，就是谈什么呢？谈血型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跟艺术沾边吗？哦，有点意思。O 型血、A 型血、B 型血、AB 型血是什么之间跟艺术之间什么关系？嗯，这听着有点野狐铲吧，听着吧，但一定不是的。他又有例子去给你说，这种与艺术沾边的栏目呢，那我就觉得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是有，就有人阅读的。哎，你他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我昨天看见一个什么日剧里边的这个台词，就日本人挺爱弄这个，就是说一个女的跟另一个女的就说，你不知道，就是说。O 型血的永远是伺候 B 型血的吗？就是 O 就两个闺蜜，就俩女的，这个往往就说 O 型血的，就是照顾她，对，付出的，对，照伺候的 ，B 型血的就是索取的，他有这么一样的，闹半天跟艺术没有关系。不是，他这里有一个很科学的知识啊，这个是大部分人都知道，但不知。原因，你比如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O 型血是万能输血者，给谁都可以输血，对不对？对。那么 AB 型呢是万能受血者，就是你的 O 型、A 型、B 型都可以受。那什么原因？最自私的就是 AB 型啊。对，什么原因？你不知道了吧？哎，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原因。原因特别简单，就是50000年前这个星球上的人只有 O 型血。哦，它是最先出现的血型。哦，分裂出25000年左右，26000-27000年的时候分裂出。这个 A 型血 ，A 型血以后10000多年以后又出现了 B 型血 ，AB 型血你知道有多年轻吗？都不可想象的年轻 ，AB 型血只有1000年历史，唐以前的人没有这个血型。哦，哎、这你说的这就有意思了吧？这个有意思了吧？我跟你说，假如你说的这个是真的的吗，不是科学定论，不是我的假如，那就是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看过日本人搞的一个血型研究，对，他是打一个比方，但这个比方也未必完全没道理，他就是说各种人的性格吧，他说这个 O 型血的人呢，是古代的战士，战士，所以呢，他就说 O 型血的人的性格是目标明确，勇往直前，发现不行也能果断放弃，对吧？但是呢，弱点就是啥？生活里就只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个目标，容易缺乏生活情趣，这是 O 型血。而且往往说领导者经常是有 O 型血的。然后呢，说这个 B 型血的人是什么呢？祖先呢就是古代的游牧民族，所以 B 型血的人呢，经常你看卸马游江，他也分不大清东南西北，方位感不太强，但是呢，就跟谁呢都看着他挺亲，但是实际也挺生，你知道吧？他无所谓，你知道吧？这 B 型血，然后呢，就是说 A 型血的人是农耕民族，所以说 A 型的性格，据说日本人的性格典型 A 型，就是他呀精耕细作。你这个研究很深啊！对，他我印象很深。我看那书就精耕细作。再看看这个，我有点精耕细作，然后呢，有点道理，就很认真，很实干，很实干。但是呢，想象力不够丰富，思考范围打不开，因为他就是一亩三分地儿，就是精耕细作。对，就 A 型写的，然后就说 AB 型写的人呢，经常是数学家呀。科学家思想比较复杂，因为呢，他不是古代的血型，就是说他是比较后人类晚期对才出现的一种新的这种，这也就是说有点现代感的这种血型是 AB， 他就好有一比说，就是说要是这几个血型的人呢，就是一个犯罪，一个盗窃团伙，一个犯罪集团啊。他说呢，匪首是谁呢 ？O 型血的 ，O 型是头啊 ，B 型血的人呢是狗头军师啊，狗头，因为 B 型血的人想象力丰富的。他连什么都敢想，他能出主意，但是光有主意光有灵感不行、AB 型血的人、负责把 B 型血的人的这个灵感啊，他化成一个具体可执行的计划可操作性，对，具体去偷的那个呢、A 型血的但是我觉得马爷刚才讲的有点不太那个，我有点不太相信是不是真的，你说只有1000年的历史 AB 型，对，
但是我觉得根据血型来判断人群中有几类人，这个在古希腊就有了。比如说他研究血液的，他就认为人有什么粘液质啊，什么什么质的胆汁质，对，胆汁质四种嘛。嗯，包括你们俩刚才都谈的是日本人嘛，日本人确实对血型的研究很深。我们研究的特浅，我们一般都不是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我们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少说以血型来去评判一个人哈，但是在西方和日本都研究很透。日本人，但是我碰到过有这种就是对血型敏感的人哈，嗯、他跟你聊一会儿天，他基本上能判断你的血型是大致不出差错、哦那他还是能通过一些信息，比如研究星座。一开始我老觉得这东西就是弄着玩的，对对 对, 对，他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有因为后来我就发现，他确实有些人有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对对对，这要用我的概念就是源代码，你把这个源代码掌握了，基本上就人群中四类人一分就行了。我也是觉得，就是过去这个星座这个哈，我也是不信，但是有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啊、嗯，对吧？开始我也有个朴槿惠，不是，就是在美国呢，你知道吗？一个大仙儿，就是。哎呦，开头这大仙儿呢，莫名其妙的，就是有一次主动联系我，通过什么什么，我跟他原来根本素不相识，嗯，然后呢，就跟我这微信就给我说点事儿，说点事儿。哦，他知道你的星座。哎，不是，他就跟我开始跟我讲最近怎么怎么着，比如说我知道这个水星逆行、哦、水逆这个概念，水逆就是他告我的，嗯，然后为什么把我给惊着了呢？咱哪相信这个呢？但是他说。这水逆期间呢、啊，容易丢这个电子通讯这个设备，你要注意。结果我 iPhone 6 Plus 就丢了。哦哟啊！然后说水逆期间，不要做重大的决定。决定啊，就是说不要这个，不要做重大的决定。然后就是说你做的重大的决定，70%的可能会后悔。我那天在节目里都讲了，我确实做了一个很愚蠢的、很重大的，而且是完全是疯魔了的一个决定，就后悔了。嗯，然后呢？我甚至就神到，我跟这个一拍我们一节目组的人，我在微信里说呀，我神神叨叨的，我说最近水逆啊，嗯，你们这个负责录音的，负责什么的，哎，你们都得弄好了啊，你们都不要出事儿。结果到录像那天，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马爷是救场如救火呀？啊，原定的这个嘉宾，他那头突然出了事儿了，嗯，整个你这节目就没法录了，他不来了，嗯，你说是不是？这好家伙，就越来越信。我准备追随朴槿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是不是啊？有点神的吧，就有点像，就中国禅宗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似一物即不重，就是很多东西，哎，为什么其实我在根本上也并不信这些怪力乱神，嗯，但是呢，我就觉得它就像是一个，你说它没有啊，它就有了，你说它有啊，它也不真，不是它，你信不信？它有时候跟气场有关。这个气场呢，比如还跟你的环境有关，你比如说啊，我们去大部分人都旅游过啊，到一个什么大雄宝殿一进去，里头乌泱乌泱的人哈、啊，你说什么都没关系，因为这个气场是混乱的。对对对，我有一次一人，就是一和尚带着我，人全撤了，就是5-6点钟天都暗了，我进大雄宝殿，我一看这释迦牟尼这像够个儿啊。说不要说嘴在说什么，想都不想再想什么问题，这气场太大。嗯，那我当时就想哈、啊，如果一个人就我碰到大量的人都说我不信这个不信那个的人多了，他一个人就这傍晚期间他进去这屋里就他一个人，他就不敢胡说了。嗯，这时候他就信了。他为什么不敢胡说？他是潜意识先信这事儿，因为要遭报应，你知道吧？对，你肯定不敢指着那么大的释迦牟尼在这个。光线下，在一个没人的死寂一般的这种情况下，你说点什么，你不敢了。哎，马爷，你顶多求他，马爷你敢请求他。马爷，你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因为我研究过这个话，这个事儿，就是你说的是两种环境，嗯，这两种环境我们可以简化成两种时间，一种人多的时间，嗯，人多的时间人容易往外生发，嗯，人少的时候人容易收敛，嗯，收敛就要对外界就有点敬畏，有点小心了，嗯。他有这个概念，就像
人多的时间你可以把它当春天，春天要生发的，嗯，人少的时候就像秋天和冬天，人要收敛，嗯，就是两种时间，就是它的时间给予我们的能量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在这种感觉状态里面，我们自然我们的心性也会受影响。这就是我说的源代码，春生秋收，生发和收敛是两种状态。我有时候能感觉到有点，就是这个春天来的时候哈，嗯，我觉得好像是有点骚动，就是有点蠢动，就蠢蠢欲动，就是有点燥热，就有点。哎，但是到冬天呢，啊，我的失眠情况就好一些啊，就是好像就你收敛，就是帮你收敛。你现在还有就是被现代生活给破坏，比如现在的冬天的暖气、空调什么这些东西啊，嗯，还破坏你很多。如果你完全是按照自然界的这个对这个温度，对，你肯定就全收了。哎，你比如说我们在一进门都它一冷，我刚才冷，我进门都是缩着的，那肯定收啊。你看我们在城里，我们容易上午九十点钟才起来，或起来的晚。但是我们到农村去待三天，你的自然你的生活中马上就跟着，嗯，早上六点钟起来，而且你神清气爽，很舒服，哎，很舒服，非常舒服。对，哎，所以你知道我上次是听谁说呀？就是说，你看，现在出土的有那个绿管儿，就中国古代定那个音律啊，嗯，哦，对 对, 对, 对，定什么的？那是，他是说我可能讲的不准确啊，就插在这个土里啊，嗯，就古时候，对，就说哎，主席那个诗词讲大地微微暖气 吹，还就二十四节气，对，到了那个比如说春分呢还是怎么着，到了某一个节气啊，这个地气啊，嗯，他把那个膜就把那个膜就冲破了，冲破了，哎，就依此定这个节律音律啊什么的。是，哎，马爷，你刚才说这个气场，我真的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这就古董行的，哎，你说这个东西，嗯。跟人有没有配不配？就东西，一个人，你收一东西放家里，这个气场你镇不镇得住？嗯，对，有没有镇不住？有的东西不能往家搬。嗯，这是肯定的。这是迷信还是？也不是，你觉得有你不理解，或者你不了解，或者你不能破解的时候，你叫他迷信没关系。迷信也是一种信仰，他迷一样的信任他，这不挺好一事吗？他也是一个心理的，对。那么我碰到过有极端的情况，就是我认识一个人，他家里的这个，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就不对，就是他摆的那个大型的文物，嗯，那种出土的太多。嗯，这种东西你看，他都摆在博物馆里，你摆家里，对，因为我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就不摆这些东西。嗯，那么你就。我觉得就控制不住，结果他就后来遭大难，就是，嗯，哎哎，我听，就我觉得这事儿，我也不想宣传这个，但是我觉得马爷，你这东西，古人都不摆家里，或者说古人也是摆在墓或墓道里，或者说该不该呢，也得看您是什么身份的人，对，是不是？你比如你要是国家总理，说家里摆一个鼎，对，也镇得住，镇得住，配的。咱们这个泼皮，你说，我有时候说，哎，你就是国家博物馆，我倒把那四母五方鼎我倒回来，我敢往我们家客厅放，对对，你知道吗？你就你甭说别的，就是那些贪官两一线，您搁到里头就完了，就自个儿也完，对，不该搁家里的，对，真的，他精神一点都不愉快，又不愉快，又不能用，有什么用？那没有用啊。只是出来以后让大家大骂而已。马爷，你的公号以后多弄点这种东西，对，挺好，好看。对，我现在对公众号呢是这样，就是我还是就是有这种，办杂志的心结。公众号我现在我不做，嗯，我根本就不明白。我做这事儿，我忽然发现它就像杂志，嗯，就是很多栏目。嗯，那栏目里呢，你就尽可能的把一些好东西让人看，因为是自己的嘛。对，你比如我写了一个特有意思，你肯定，我马上推送给你，你看。好好好，我。哎，我好像就是刚开始发，又是什么血型？不是血型，不是，我写了一组文章，叫《春宫与密戏》。哦，我用最严肃的态度谈一个貌似不严肃的问题。啊，嗯，这是很深的学问呐，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东西，你肯定看完会非常高兴，嗯，就是很正经的去谈这些事。对，我也一点不情色。我觉得也不用写了，就咱们仨呀就很正经。但是凤凰也不让播，对吧？咱们上网咱聊《春宫与密戏》这事儿，哦，这个太好，我跟你说，嗯，我也看得多。咱们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这个于老师讲到刘志军了是吧，给我们透露点秘闻呢。没有，我就看到网上说那个原来不是有个所谓的气功大师玩蛇的叫王林嘛，不是给他家那个弄了一个靠山石嘛，但他也没靠住，还是那个嘛，这个人还是败了嘛，靠倒了是吧，靠倒了。看来家里摆什么东西这中国古代风水是认为有关系。你比方说我听一些这个老收藏家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理论。嗯，你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说深坑的就是你这个比如说铜器或者坟里的刚挖出来的这种，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不想碰这种东西。他说我要这个什么叫熟坑啊，这马爷当然精通了，就什么叫熟坑，就是说啊你啊流传有序的吧，比如说这一代代的这么玩啊玩熟了，玩的上边全是人的这个东西，人的气息，熟人的在上边看着这个金光莹亮，皮壳这么亮，这种东西是有人气儿的，放在我家里呢还可以，还可以就比较滋养。他说你要这生的这个那就是坟里，这是迷信吗？不迷信，就是我老说我们就是解释不了的事儿全归为迷信。就马爷能解释吗？你在我也解释不了。我现在要解释，我就不坐这儿。就是这个，在这个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像物理化学出现之前，那人类对很多现象都认为是迷信。是的。那现在物理和化学，就现代科学有很多事情可以去解释。对对对。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地震以后有那个这个引发这个那叫是什么来着？海浪的海啸，对，你像海啸这个，你在古代的时候看见海啸的根本没法去解释，怎么会突然这海退下去了，所有看不见的全看，一会儿又全涌上来了，根本不知道。那像物理很容易解释这个问题，就你不知道。那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想1000年以后的人在看我们，觉得我们现在都很多事情很愚昧。其实我觉得东西方人的感觉一样。我在云南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法国人老外去看我，他走到庙里，他见了那些石头，就特别一下他就觉得特别亲切。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说：“李想，这些石头在你们这儿都是几百年都被人抚摸过，都有每个人都有点能量留在这儿了。”他说：“我能感觉这种东西。”我都觉得很神道，我觉得这个老外有点神道。但是后来我听很多人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有道理。你讲这个源代码这个词儿嘛，那这个源代码呢，我又想起你看这个古希腊这个毕达哥拉斯，他有时候说的话也值得思考啊。那是大牛。那古希腊人呢，就是挺牛，就是纯凭思辨。嗯，那纯凭思辨就觉得地球应该是圆的。嗯，因为他们认为圆，当然咱知道不是正圆哈。对 对。但他们认为圆形是最完美，就完全这个思辨。然后毕达哥拉斯那一派的就是说啊，宇宙就是数字。嗯，哎，那咱们几十年前想他说的这个话，觉得这是一种假设。对，就是说宇宙本质上是数字。嗯，但是现在这搞电脑的人，我觉得他就更能具体形象的去领会。对，也许宇宙的真相就是数字流。嗯，数据流。那当然，你现在看出来了吗？那对对对，它全是数据流啊。它是最简单数字表达，就是零和一，二进位，就是零和一，就是最简单的，一到十的这种十进位，对于这个二进位来说，它复杂很多。对，复杂很多，你起码得要进到十，你才能进位嘛。嗯，那0到1就是二进位嘛。对。0-1，然后10-11-100就开始进位了嘛。哎。所以他这个就变得很简单，就是所以他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嗯，然后就是说呢，你说你看这个那些电影，21世纪什么杀人网络呀什么的，你会看到这个我说的这个数字啊，就是也许就是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威力自带信息的啊，他可能真的是有信息。我那个就是曾经在很多年在一本什么乱七八糟书上看过一句话，但是我一直没找到原文。他那书上我记忆啊，这个记忆可能是错误的。他就说恩格斯说过，说当一门科学是用数学表达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对对。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但是我去试图找到恩格斯的这个翻译的原文没找到过，但是这个意思我就记住了，就是说你的科学的表达最终的表达就是这个数学的表达，这个数学的数字的表达呢，最简单的就是一和零的表达。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计算器呢，基本上是起码达到了这一步了，用一和零解释了所有。咱们发一个图片，对，
一个片你看的这很具象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个抽象的数字而已。对对对对对。哎，那你说咱们现在也是这个数据科学吗？咱这数据都是造假，当然当然，就是不是假的，流量对，流量都是假的。所以对流量，对流量都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社会会迅速分化，因为他呢，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亟待提高。现在我们亟待提高的无非就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有钱，大家都是亟待提高，就我的收入比你多。第二个事呢，有了钱以后怎么办呢？说我怎么比你牛？你光有钱不牛啊？就是审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社会的审美远远的低于别人，我们才去办这个工作。是的，就是我要提高你的审美，别有钱还是个土财主。对对对，你不是有一句话叫“没有审美是个绝症”吗？多少钱都治不好，这得读书。定公众号，交给马爷的公众号了。说了半天，我也得开个公众号。对，赶紧开，你赶紧开。你们有《锵锵三人行》有公众号？有公众号，没人维护啊？没人维护，谁维护？这得给钱吧？你当然得花钱维护，但是你那《锵锵三人行》公众号。